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柯林塞分享。那最近 WPS Office 更新了最新的版本，2021版尝鲜版，而且是可关闭广告和弹窗推送，而且还有超级会员可以领取。那好，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视频来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版本。那我们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一个视频介绍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它可以处理各种格式的文档，干活之前搜一下。还有文档、应用，还有技巧讲解，还有优质的模板可以选择。它提供了含义的模板，直接套用，重要文档存到云盘，登录后各种设备都能看，共享文件夹，团队资料共享好方便。一个文档竟可以同时编辑，也就是在线协同编辑的功能。那这段视频介绍之后，就是这里，它让你选择是个人版用户还是企业版用户。个人版用户这里我圈出来了，它其实是广告，有时会有那么一点点，如果您不喜欢可以随时关闭它，就是说它可以关闭广告，特别是针对个人版，我们一般选择个人使用，而且选择这个免费使用。接下来会让我们用账号登录，我们用微信扫码或者是手机 WPS 扫码或者是手机验证码登录，我这里是微信扫码的。接下来它会有一个 WPS 2021更新的福利哦，就是说它可以获取15天的超级会员体验资格，领取后可以享受以下的会员特权。那你说领还是不领呢？那肯定是领呢。点击领取会员之后呢，它必须通过手机的验证，那我们输入手机号以及验证码就行了。点击立即领取又会提示会员领取成功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体验这个新的版本。那打开之后就这样一个界面，这里有皮肤，我选的是这一个超级会员专属的一个黑金色的皮肤，看着还挺不错的。我们可以新建文档看一下，那这里有文字，下面有非常多的模板，我们可以大概的浏览一下。这个是会员才能够下载使用的，那现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表格，那这里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表格模板，看着都非常的好看啊，可视化的数据分析表，总之非常多。演示就是 PPT， 那这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精美的模板。那超级会员可以免费下载，总之非常多。 PDF 它可以直接的 PDF 转 Word， PDF 转 Excel， PDF 转 PPT， 还等 PDF 的其他的一些功能。流程图、脑图模板非常多啊，用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套用就行了。图片设计、表单、共享文件夹，这里的很多模板都是可以用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恰巧做一些项目，恰巧需要用到里面一些模板，甚至是一些付费的模板，如果是非会员的话，可能就会花钱去下载这些精美的模板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它提供了15天的超级会员的体验，我们为什么不去用一下呢？不用白不用，不嫖白不嫖嘛，是不是？那前面提到它的广告是怎么关闭呢？在首页这里，那我第一次 找的时候找半天也没找到，那这里的设置里面结果也没找到，它是在哪里呢？它这个设置里面配置和修复工具里面找到它，打开这个高级其他选项，然后一定要关闭 WPS 热点以及关闭广告弹窗推送。另外一个我建议是把这个自动升级给关闭掉，还有一个就是功能定制里面，像这些模板推荐呢、资源推荐呢、功能推荐呢，全部给勾选上，全部关闭，免得它影响打开的速度。其他的就不用勾选了，确定关闭。那这个软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以及超级会员才能够体验到的功能，我就不一个的去尝试了。那最后怎么下载这里的软件呢？我们可以直接去 WPS 的官方网站，那这里面往下拉，找到这里的 WPS 2021年年度更新尝鲜版，
点击立即下载就行了。但是呢，它这里只提供的 Windows 版本的下载，所以要不要下载和使用看你的。最后我说一句啊，国泰软件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的，至少我一直用的是这个 WPS 软件，使用体验上来说还不错，当然也希望它越做越好吧。然后今天关于这个 WPS 2021年的长线版的体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当然也不要忘了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分享的干货知识。那好，这里是柯林斯爱分享，越学习越成长，我们下期见。